所谓不时不食，想食爽脆又甜的靓生菜，可以来元朗锦博路农场，还可以自己落田摘的。农场主人周伯之前只是做蔬菜批发，但是到了2017年，伯伯突然没了送菜去市场的拍档，好在附近的街坊帮他网上推销，而公众帮他整了 Facebook 推广，次次收成期农场都会对外开放，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下收割。农田提供收割工具，其实收割真的超易的，计斤的位置就可以了。收割好放入红色的大胶袋就可以了，方便伯伯计数，总之一袋40元。留意啦，4月是最后一组，要留意住 Facebook 公布的收割活动。另一个都是在元朗可以自己摘蔬果的，就是潘妈妈果园啦。入面的蔬果都是有机种植，品种比较多，有金笋、薯仔、番薯、有机车厘子、番茄等等，价钱每磅30元起，零售入场费，有兴趣的朋友就要先预约报名了。